后我看到的时候，他已经找好了。要找我帮他买山洞，那就在这边。我们往下走。老师，所以现在眼前所看的这一些，都是60年以前就有的梯田，日据时代的梯田。只是这个梯田呢，它已经都荒废了几十年，没有动过了。好，我们下去一点看那个梯田，看得更清楚。老师，所以它原本的地，它并没有开垦，只是就是原貌。哎，你可以说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这边整个就是原貌。但是那是60年前。60年前。对，本来要长树了。日据时代以前就那样。但是它现在那些树砍掉的那些树，你觉得是保留还是好，还是变成这样？眼前的树，现在连草都没有，你说哪个好？请问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多的？这么多的开垦这么多、啊？然后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的用心只是为了让孩子找到一个可以在乌来里面自己产生现金活下去的方法。不然其他活下去的方法只剩下帮人家去温泉旅馆打扫。其他没有，就是唱歌跳舞。那唱歌跳舞也都假的。所以这片土地对他们讲，现在做出来是更有生存的。他们是想要自己活下去，那只是他们对于那些，他们没有任何伤害土地的恶意。对他们而言，这本来就是他的土地，本来就是田地，那怎么看的会很可惜？那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做的就不是骂他说你怎么砍树，你怎么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协助他活下去。另外是协助他好好让这边有经济价值，像是我这边就会鼓励这个阿姨不要开放做露营地，绝对不要，不要，因为这里开放做露营地，接下来毁得很可怕。那个所以我都会讲不要这边露营，请他不要开放给人家露营，可以住宿不要露营，对，要就住宿，露营会破坏环境。它里面通铺的住宿什么都还好，都很棒，就是不要露营，因为露营大家乱露，然后等会把那菜弄了，把什么弄了。好，那我们这段列为我们写的重点。我觉得这个是他主题，因为他主题要之后他才有这个菜园，然后菜园完之后，他的菜园的原因是因为没关系，下面还有很多。对，眼前这两棵树就是现在改善成这样，这两棵就是山菜豆。然后你看那个树的末端哈，有须须有没有？你如果真的实际近看，就像那个姥姥的电影里面爪姥姥的爪子一样，很长，很漂亮。那它是夏天开花，花是这么大一朵，白色晚上开，花朵大的，这么大，芳香扑鼻，芳香扑鼻。那是可以吃的吗？还要爬树上去。菜豆啊，山菜豆。在台湾的植物里面，名字叫菜的，七成都剧毒。名字叫菜的都有剧。七成是剧毒，你有兴趣可以试试。那你要先跟我紧密联络，对。那这几棵还在，是因为当初是小棵，懒得砍它，结果经过这几年长大了。那下面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只剩下树头，当初就很大棵，然后就是我说那砍不死，很讨厌，因为要砍的老半天砍不死，他不是故意留在那边的，是因为砍不死很讨厌，因为要除啊要砍啊，奇怪都死不掉，很头痛。来，可是山菜豆，它是台湾的稀有植物，有一个香味。我要写。这是另外一种植物，可是山菜豆是台湾的稀有植物。原本是每座山只有一两棵，那他们这边觉得很讨厌，是因为正好在他土地上就只有几十棵，所以对他而言是好多。那可是对我们而言的是稀有植物，而且很少。每座山一两棵，顶多一两棵。每一座山一两棵，那他这边有很好几十。对呀。而且是有时候就会气死，你知道吗？那个九购阿姨啊、她会去捡那个青冈栎啊，那些那个栗子来那个做手作。
然后他说他一定要先把它叮动啊，干嘛的？因为他说好生气哦，放那他就发芽，我在家里孵不出来，他这好生气，他放那一直发芽。那边环境，环境，那个这里是他们的家。嗯。然后那这边旁边这几个都是猪，汉人猪的，所以我们先直接往下。哦，就是像我们一样，那只是就是成居，然后在山上在走。走，我们不要那个、啊。不要怕，你怕会有那个性怒的威就出来。狗会。对，你就不要怕，就跟着走。它会分泌荷。它会分泌荷吗？所以就你害怕它会出来。放心，他们只是希望我们赶快离开。还好，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叫一叫，就是他们有。这间铁皮屋特别，白铁，白色还蛮少看到。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哦，因为已经要天黑了，所以我们走快点。对，你是上次走过去的？嗯，对。还记得这边火龙果吗？嗯，那成果我们从下面走上去。哦，我们刚刚是从那里下来的。是。然后现在眼前所见这一棵枫香，就是他要砍掉种香菇的。就是把它保护好。哎，就听到。哦。现在哪棵树种香菇？这一棵。那这棵是你要后来是可以让他们爬树的，是这棵吗？我爬好几棵，所以这三棵都是你带他们爬的。哟，看起来可能下雨了，可能我们的时间不多。哎，没关系，那我们就打道回府。我们有雨托听到雨声，因为你是在树下，那个在眼前那里。底下一片小小撮的哈，小小一团绿绿的，就是很大颗，像这个这些山菜豆本来是很大颗，嗯，然后呢，你可以拍这个整直接拍这样很好，好漂亮，刚好，然后整个山菜豆本来是很大颗，那砍掉，那上面死掉，底下还冒叶子，就变整丛绿绿，嗯，应该还有一点时间走，果树可以看得到。那个洒水的水管旁边那个跟水桶中间它铺了一根，那个就是树头，正中间这一个就是树头，就是原本非常大颗的山菜豆，然后左边的这一个也是山菜豆，就是很大颗树被给它砍到剩膝盖那么高，然后它就发芽了，然后整个乱。那这里你只如果是我们在没有下雨的时候过来看，这里是整片的梯田，一直开垦，好走，好撤退，撤退去吃晚餐，撤退吃晚餐。